是空间王佑君。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尔湾奥德庄园 Toll Brothers Lala 样板间，并且邀请到了我们的神秘嘉宾金牌销售经理 Scott 先生。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样板间呢，风格与 Toll Brothers 其他的一些样板间风格是不太一样，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风格。那么可以请 Scott 先生帮我们做更详细的解释吗？对，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样板房叫 Soleil， 然后它当初 Toll Brothers 是第一个建这种现代风格的样板房在整个尔湾区域，所以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跟金钱在打造这三个样板房，我们今天都会帮大家一一的介绍。我们光是设计费、家具制装费，这三个样板房我们就花了将近80万的美金。80万，非常多。对，真的是非常多。对，那我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一套户型的一些特色吗？可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面这个非常非常明亮的大砖门的墙，我们完全用玻璃做的，将近有20英尺高，也将近应该是8米左右的墙，都是以玻璃做的，隔音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隐私性其实也蛮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从外面看不太到墙里面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边悬浮楼梯，哇，这也是我们建商必须在家中的第一个做的，非常有特色。对。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它的厨房，这厨房的楼层高度也是我们拉高11尺。一般的房子来讲的话，不管其他建商或是其他的户型，大家都有10尺、9尺，我们故意拉高到11尺，让大家觉得说层次感拉出来。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厨房这位置，那我们也了解说，目前购房来讲的话，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海外买家，所以我还特地精心配置了一个中式厨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非常方便，对我们的买家来说。对，你可以看一下客厅来讲的话，我们有两个厨房的话，我们这边就是适合爆炒，还有窗户，那还有冰箱。那在外面的话，我们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走所谓的就是说展示用品来讲的，所以这边来讲大家做一些西餐啊，油烟比较少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说整个房间来讲的话是永远都是很干净的，不会觉得说那边有点油腻。对，然后我们可以走到户外来看。户外来看的话，我们一般来讲 Toll Brothers 最著名的就是说，不管你的地大或地小，我们一定会留个水系。对。然后还要再做一个 outdoor barbecue 的位置，让大家可以享受就是说户外户内就是一体成型的感觉，把整个室内空间整个拉大起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最流行的就是说，我们这个 grill room 这大空间的话，我们把它做成两个功能性的地区，一个是在客厅的位置，大家小孩这里打电动啊、看电视什么的。那另外的话，可能就是贵妇啊，或者说在品茶、喝茶的地方，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它这边的话就可以大家喝个茶什么的，其实蛮下午茶，非常的是的，是的，对。这个有一种女主人的感觉，是用了这种颜色是比较浅色系的，对，非常感到温馨。那这个是不是有考虑到一些？对，当初我们有跟我们的设计师讨论过一下，他们就尽量就是说这三个样板房做的是不同的风格，像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比如说设计师他做的非常成功，因为这样板房就是想要做成就是说，就是让别人进来的话就有一个家庭感觉。你看它的装饰墙用的色系都是比较走温馨路线，比较浅色系。它的吊顶跟它的厨房色系跟它的地板色系，都是叫做让别人想要住进来的感觉。对，然后家的感觉。是的，是的，所以它的颜色的色系都不会用的很重。那一会儿我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样板房，就风格就完全不同了。是的。这种颜色现在也是很流行的一种颜色，显得非常的干净。对，他们是当初现代风格的设计就完全走直角路线的。你会看到所有的家具啊，所有的设计都是以直角路线，而不是走圆形圆弧路线。除了灯以外，所以让个人感觉到说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这样子，女主人在清洁房子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非常非常麻烦，因为就是不会有那种藏污纳垢的地方。考虑的真是很细致周到。是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客厅这个位置，目前来讲的话，你看到他们的，我们 Toll Brothers 其实很多小细节都会注意到，只要你会发现任何的电视的墙板，我们都一定会让别人就是做好设计。
原因在于说是我们会注重每个墙，只要客人或家人看到那个墙时间超过20分钟以上的话，我们都会做装饰。哦，就会让别人不会觉得说这个墙是没有做过装潢的，不会很单调。是的，是的，真的是豪宅建商考虑的就是周全。对，因为我们甚至还有跟那些设计师开会过，他们说一个墙如果你会定住它超过1分钟、2分钟的话，那你就该做一些变化，让他觉得说这房子看起来非常的奢华。因为他们尽量会避免一些细缝，让有减少，就是减少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餐桌跟这个岛台是整个一体成型的。对对，这种好像也不是很常见。是的，在这样的街上见到这种一体成型的。对，那当然就是说家人还是可以在这边吃个早餐什么的，用个餐，然后也不用担心说下面会不会有累积一些灰尘什么的。那下面还有一些储物柜的空间，所以当初的设计师是蛮用心做的。对，然后冰箱也都是有那种相互式的两层式冰箱，超大的，非常非常大。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些柜子啊，其实都是有经过设计的。一般的把手是在上面一个小圆圈嘛，我们都会设计到下面的。等于说让它整个柜子看起来是更一体化，不会有间隔。我们在 outdoor、indoor 就是室内、室外的话，我们都做了一些变化。像我们还很贴心的做一个吧台，做一个就是那种小小的吧台。这等于说窗户打开以后，室内跟室外可以直接融在一起的。哇，这个是连窗户都可以打开，平时都是门打开，现在连窗都可以开。对，这样就比较特别，就是说如果小孩在外面玩呢，我们把点心打给他们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然后甚至还可以这边可以当个小吧台，可以摆一些食物。哇，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是一个三层哎，然后非常高的挑高，好气派啊，这个感觉。因为这三层的话，每一层楼都是10尺高，所以你看到整个挑高将近31尺，因为包含楼层高度，所以整个将近有10米高度，非常非常的气派。这是这三个里面唯一的一个三层的样板间。然后它这个楼梯用的是这种玻璃式的，对，这种非常有这种现代化的感觉。对啊，因为体现出这个我们建商设计师跟他讨论，就是说当你进来的时候，他不想看到楼梯占掉他太大的空间，所以他们强迫我们一定要用所谓的悬浮式楼梯，把下面的空间整个体现出来，整个搬出来。看到这个样板房的话，跟另外两个样板房比较不同的就是说，你会很明显感觉到这个样板房就是比较偏男主人系调为主，就是说那么个品酒间有个酒柜，对，然后色系搭配的话也是比较走黑色路线的话，就感觉到就是说男生气息会重一点，对，非常简洁的这种颜色搭配和线条感。是的，所以你看它的客厅、餐厅的位置，尤其是餐厅的位置，就直接旁边就直接带一个酒架，是，所以你可以很了解，就是说，搞不好男主人那边抽个雪茄什么的，然后一个朋友在这里抽个雪茄，喝个红酒，是，没错，这感觉非常非常的那种男主人邀请客人的感觉，是那种电视墙是一定要做装潢，对，然后地板、地毯的设计，哪怕是沙发跟颜色的搭配。我们整个设计师非常非常是一个视觉性的动物，所以真的是买到样板间就可以省了好多的心思时间去搞这些设计搭配，这都是很有名的设计师帮我们搭配设计出来的。对， Top Brother 一定有他们固定常用的设计师专门帮 Top Brother 设计这些风格。那尤其是样板房来讲的话，在这个价位，在这个地区的话，我们请的一定是最高级最高级的设计师。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去，这个院子真的是我太喜欢了，好有这种度假风格。是的，可以看到里面的砖跟外面的砖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你们在整个从大门走进来的时候，如果门是打开的话，你只能体现的面积感觉会更大一点。对对，这样感觉好像室外的空间跟这里室内的空间融为一体。对，因为在加州来讲，我就常常笑说在加州只有很热的夏天跟很冷的夏天，所以四季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会非常非常注重在indoor outdoor 就室内室外的利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泳池的话，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家中有小孩子，或者说家中有一些朋友来这边玩耍的话，拿瓶红酒这边泡个澡或什么的，游个泳，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感觉足不出户在家里就非常的享受。是，我们有什么常跟客人讲，就是说把这边当成家里来了。对，非常有家里的特色。对，thank you.
会请到 Scott 先生来帮我们做一个这么全面的解释。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想要来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么多建商当中，为什么我们会要客人会喜欢选择 Toll Brothers 呢？对，因为 Toll Brothers 来讲的话，在美国不只是海外买家，其实在当地白人或者说当地购买群来讲的话，他们对于来讲说，如果你们不知道说豪宅要买哪个区哪个房子的话，就买 Toll Brothers 绝对没有错。这大家在我们因为这建商来讲，我们已经成立了将近52年了，所以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是标榜的就是我们是豪宅建商。对，所以我们从在美国总共50州里面，其实每个州几乎都有 Toll Brothers 的房子，然后我们都是标榜的就是我们是在最好的区盖最好的房子。所以很多政商朋友都是住在 Toll Brothers 的房子上，想要高品质的豪宅就选 Toll Brothers 是没问题的。那么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未来像 Toll Brothers 在 Orange County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规划吗？对，在橘郡来说的话，目前除了尔湾来讲的话，Toll Brothers 还有在 Yorba Linda 这个城市也有盖房子，然后它的房子大小大概从5000尺开始，2层楼，有景观，地点是蛮大的，然后可以考虑看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说另外一个圣胡安，圣胡安标榜的话就是有海景房，那我也强烈建议你们去看一下那个海景房，然后它的价钱从140万起到200万都有，那只是说看房子是否有景，地是否大，然后不是2层楼、3层楼，我都会建议你们去看一下。那除了这两个地块的话，在 LA 洛杉矶那边的话，我们有几个盘，像譬如在 Rolling Hill， 它旁边的紧邻的就是高尔夫球场，那边的话地跟房子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也是非常著名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看来 Toll Brothers 选地还是非常的有眼光，有海景的，有高尔夫球场的。是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选的区块第一个就是我们尽量都是选择有景观的，然后距离学区来讲的话，我们也是比较靠近私校，私立学校是好的，或者是公立学校是好的，这才是我们选的标准。非常感谢 Scott 先生今天为我们的讲解。那么我们有观众希望想要购买 Toll Brothers 豪宅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没问题，谢谢 Scott 先生。谢谢。